逆转宿命。魔神并非生而为魔，只要回到他成魔之前，他看起来好虚，也真的会变魔神。杀了他，就能改变魔神降世。姑姑，你为何怕我？你跳啊！快跳啊！也许他会成为魔神，真的只是一连串的悲剧。从前我一直都以为是我自己的错。可是我现在明白，错的不是我，而是这个世道。只要有一个人肯拉他一把，在乎他，关心他。他又何至于堕入魔道？究竟什么是喜欢？喜欢就是不想让他死，想跟他待在一起。你活着到底是因为什么呢？不能死！是你害了他，勾结藤台年郎，想要害我性命，我难道还不能反抗吗？所以，那些曾经凌辱过想要杀我的，一个都不会放过。